啊，这一场比赛，用他们最好的左投手来攻哈，这个中华队哈，只要打国际赛哈，常常面对可以从中呢，可以获得很多。直安打面对的是新的换上来投手背号九号的丹纳，这一个球，看看投手的处理了，最后勉强一试，内安打加一个失误。我刚才上来是后援掉了一分，没有坏球。飙到一五二，这时候跑者绕过了三垒要回来了，陈武，哇，这时候敲出了一支四十的安打，追回一分，直接强攻，一垒跑者走，这个球应该是坏球，应该是保送，哦不，分身了，也是过去直放，这个球三垒手接到之后传本垒，再往一垒送，哎呀！